摩羯座，摩羯座女生是公认的好身材，她们颜值不见得很高，但是身材却极具女人味，再加上身上那股独特的神秘气息，只要接触她们的人都会被她们的独特魅力所迷倒。摩羯座的女人有着一种品味、修养、清亮与青涩的美，给异性的印象非常好，会是那种懂得照顾人的贤妻良母型，无意中就已经把那些男人深深的迷倒了，中了剧毒无法清除。外表高冷、内心火热的摩羯座女，就算没有姣好的面容，也有性感妩媚的身姿和高雅时尚的品味。她冷艳的气质既吸引着男人，又拒男人于千里之外，越得不到就越会让男人神魂颠倒。只要摩羯座出现的地方，必然会成为全场的焦点。摩羯座在社交场上早已练得八面玲珑，如鱼得水。摩羯座会时不时跟你来点眼神交汇，时不时发射一个迷人的微笑，免疫力差一点的人早已挡不住摩羯座的魅力。天生拥有高颜值，气质高贵优雅，八面玲珑，他们对穿衣打扮、言行举止都有很高的品味，女性的完美在他们身上很好的展现出来，无论在哪里都能独树一帜。这样的女人无疑身上散发着女人味，让人不自觉的爱上她们。双鱼座，双鱼座的女生活泼、自由、开朗，有一双纤纤玉手，尤其是能迷倒男人。双鱼座的女生胜在气质，虽然没天秤座那么高的颜值，但是她们率真古灵精怪，也非常的吸引人。她们的求知欲总是可以勾起男人的表现欲，让男人们感觉到自己的能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不仅满足了他们的满足，还会让男人们自我感觉很好，心中很容易就燃起去征服他们的欲望。所以一旦让人接近双鱼座，就会勾起异性的很多想法。双鱼座女生有一种如同林黛玉一般的柔弱气质，让男孩子看到你的时候忍不住都想小心的去保护。双鱼座这种感性的性格总是会不经意间就俘获了许多男生的心，他们的眼里似乎总是有泪光在闪动，水汪汪的很迷人，性格不管柔情或豁达，他们的眼睛都是楚楚动人的，没有男生可以抗拒这样一双楚楚可怜的无辜大眼睛传递出的情意吧。双鱼座的女生一般性格都很好，而且特别喜欢读书，身上也会散发出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。双鱼座的颜值也是没得说，超高的颜值加上非常优秀的气质，被很多人都称为了女神。被称为女神的双鱼座不仅仅颜值高、性格好，就连人际关系也是相处愉快的。双鱼座女生一向都是十二星座当中的交际花，她们外表美丽，气质优雅，无论遇到什么大风大浪，他们都始终淡淡的一笑，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女神气质，给众屌丝男生一种只可远欢不可亵玩的幻想空间。天蝎座、天秤座女生非常漂亮，还有让人无法抵挡的气质和魅力，他们的美是天生的，没有任何杂质，论美貌天秤座一定会占据一席之地，他们也能够得到很多异性的喜欢，追求者特别多，这更加佐证了天秤座女生的美貌，她们的美是独一无二的。天蝎座的颜值真的很高，就连同性的人见到天蝎座都会感慨万分，天蝎座真的是美丽一无是处，而且她们温柔优雅，做事成熟稳重，魅力十足，身上有股迷人的气质，耐看的五官加窈窕的身材，她们天生就很自信，精致的五官使得他们看起来更加的娇艳，配上他们特有的气质，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美人很难让人不沉醉于其美色。天蝎座女很温柔，感情细腻，总是能够看见他人所忽视的一面，即使是面对着陌生的人也会掏心掏肺的付出，有着很多的优点，越接触就越会发现是一个值得让人惦记的人，不舍得离开，有着治愈般的微笑和暖心的举动，是很容易做到让男生朝思暮想、念念不忘。在很多场合下，巨蟹座女总能凭借从容不迫征服四座，
这种独特的气质很容易吸引异性的目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